请收看《维新世界》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。各位华人同学，阿弥陀佛。我们今天是10月13，我们继续来讲解风水的学的奥秘。风水呢，不是只有住家等等的风水，包括我们的流年啊，我们的轨迹，我们的运，也都是风水的一部分。最近呢，我们第一届的约师节很不顺利很不顺利，当然会发慌所以很多意志会开始有点变成要退道事实上今年呢是60年，走过60年一个周一周期的日子，这是乙酉，它乙酉年生，今年又是乙酉，宿命论我们所讲的命卦之中呢，它的财爻又伏长，伏长又受太岁把它克掉了，受太岁一克，本身又冲太岁，冲本身的太岁又来克自己的财，所以这个。本身自我的矛盾现象都跑来了，这个问题就很大了。若是不了解的话，我们一定会东倒西歪以外呢，呼天天不应，呼地地不灵，不知道怎么样去解。那所以过去我们师公唐正一告诉我说，运来大展宏图。运旺的时候大展宏图，你认真赚钱太岁的时候移行隐藏，要修行隐藏就不宜在外面东奔西跑东闯西闯，而闯九巷呢了十巷闯八巷呢了九巷，这个呢是太岁的原因，包括女孩子女儿呢她也是太岁，所以这个一个人呢很奇怪这很奇怪，这个所以我们在世界上任你能飞天飞檐走壁，飞天这个会遁，当太岁一来的时候呢，嘿，你也逃不了，他是在东半球，我们现在西半球，他在东半球，在洛杉矶在东半球我们在西半球或者他在西半球，我们在东半球都一样，反正就是一个地球那太岁一来了，年龄太岁一来了，你跑到哪里也跑不了，照应验不顾像比如说今年他的太岁那跑到台湾这里算出去的，你说西部也好东部也好都是太岁，你走到哪里都是坑都烂泥巴这个只有稳下来在烂泥巴呢，你不要一直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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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时候，你会陷下去越陷越深呢，这个就是太岁的原因女儿呢二女儿呢己酉年今年也是太岁，要到冬天才有贵人。你看，一个小孙子，小孙子呢，今年呢，也在冲太岁，命宫命卦也冲太岁，所以不读书很正常。我被落死耶！那前几天我们看了一家七口六个太岁，所以六个轮流病。一病就两个坐伴去医院，两个坐伴轮着去看医生看了还是没有效针打了还是没有效，所以我们的运旺怎么样去知道自己的流年
就是我们要修行，我们要研究的课程。我们希望各位华人同修呢，啊，你们这个等到我们会教命卦，命卦天机。面挂天机呢，这是7000年来用易经没有人用过。我第一次呢，在74年，我去悟了，发觉易经它的无量的能量也好，无量的调和力量也好，让我们真的人世尘埃啊，真的很莫可奈何。只有在运来的时候你大展宏图，运不来的时候我们能够熟就尽量熟，能够练经就多练点经。经它是改变我们体内的磁场，改变我们身体上细胞的能量和光能量，经是这样，然后补充充实我们的思想领域空间更加宽广，我们就不会在那边怨东怨西，在那边哎哎怎么莫可奈何。人越莫可奈何的时候，生命光辉越黑暗。当一旦黑暗的时候呢，哇，那个是麻烦。所以我们主任去年是冲太岁啊，去年冲太岁好厉害哦，他一个他的脚趾头那么大的钢筋把他掐断，你看。哦，好厉害，那就太岁的力量，太岁的力量是不可思议。我们没有试验是要飞天的，如果也许要飞天，也许飞上去，这个就是太岁的力量，很不可思议。那我们知道了以后，告诉所有的朋友们，太岁明年，明年呢，丙戌年，丙戌年。凡是第一年壮是丙戌，这个第二呢，就所有的其他的戌，第三呢，辰，第四呢，就是辰，第四呢命卦，辰，戌，好。程序冲，也好，这个呢，明年要死小心。我的命卦明年是戌年，明年是丙戌，我的命卦是戌，那怎么办？所以明年呢，我就事情做比较少一点，到处玩，周游列国，若是将来。你们回去各国门方便打开了，我就进去。所以明年呢，我就工作就少一点，因为明年所做的事情呢，当然也要认真做了。但是丙戌的，明年年初，凡是属于狗的，戌年生的，那明年呢要特别小心，年头了要安太岁。我去年有传一个和岁平安这个法，我们师兄师姐，没有按照修行啊，难免事情会很多，所以这个也是风水的一部分。易经是大学，大学在易经，为什么？那么太岁，不管你在地球的南、地球的北、地球的东、地球的西，地球只有一个。当时呢，研究这个天文，我们的中国历代祖师专家们是在中国正中央呢，来研究出来的，用太阳的光来计算。这个非常伟大了不起的能力，了不起的这个天文学家，在好像几多少年了，很久了啦，好像在清朝以前，不明朝以前嘛，我们一位大师呢，他研究了，写了一本叫做《乾象典》。
这本很深奥，田先生，他算是火星和木星的距离，好，他的距离有多少的公里？那时候就已经用易经。算是他的距离，在差不多十几年前吧，我们刚搬到仙佛寺，也是这个弥陀讲堂落成了以后，好，过了第二年呢，我一个弟子叫陈秋全，他师父师父，我最近看到一部不看到一篇报道，美国太空总署的报道。好，木星跟火星的距离居然和中国啊，在以前老祖宗用在前相点里面记载的距离完全等长，好厉害哦！以前没有太空人呢，没有太空说呢，哦，为什么我会知道这个道理，知道这个距离？哎呀，太了不起，太了不起！哦，所以前相点呐、啊，或者有一部叫理数部，理数，理数部全书。好、哦，这一点也是一样，都是从计算整个大宇宙虚空每一个星球到每一个星球的距离。我不是搞不清楚他们以前怎么算呢，好厉害，好厉害哦！所以我们现在的很多科学家们，啊，都好像也是很辛苦了，啊，毕生的精力啊耗尽在数字里面，但是这些数字呢，啊，我们古圣先贤他们就老早已经有了，啊，所以我们的关于刚才我们有师兄。啊，请教说，南半球、北半球，啊，南半球、北半球呢？我们有一部书，啊，关公手拿的是什么书？春秋，北半球的春呢？啊，这南半球的是秋啊，是不是这样？啊，就春秋嘛，而、啊、它掌握在中间呢，你看。掌握在掌中，春秋，啊，所以在我印证这么多年的经验，啊，南北，啊，季四季，啊，季节不同，但是，啊，它的所有的历法，啊，历法的吉凶感应，在易经里面呢，我印证的结果呢，也都是在以中国中土。当下换算回来的时间为准，啊，在七年前嘛，六七年前，我到纽西兰去嘛，到了纽西兰去，啊，我们一些朋友啊，迁到那边，我在那边弘法了五天，啊，五天呢，啊，这个我们的纽西兰的朋友，无论在那里出生，或是在台湾出生到那边。在纽西兰出生呢，啊，以南北半球来核算的时候，啊，就不怎么正确。那么把它推到回到台湾的时间，台湾的空间，尤其在时间，啊，那一个在啊南半球里面应验的也准得不得了，哎，准得不得了。哦，所以在这个问题大家一直在探讨，我过去也在探讨。啊，也因为没有到国外的机会，所以要探讨，只有在学识上的探讨，但是在实质上呢，啊，去理解呢，啊，还是以台湾的，啊，这个来划算为主，啊，比如我们一位师兄，啊，他的，啊，哥哥呢，啊，叫我们陈家龙师兄呢，今天没有来，啊，他哥哥在加拿大，在多伦多。啊，他是我们花店的工程师，啊，他的孙子呢和媳妇也都在加拿大，啊，娶的，在孙子在那边生，啊，我为了印证哪一个是对，
哪一个不对呢？在加拿大，我问他说你什么时候生？以加拿大的时间，如果以加拿大的时间划算做加拿大的农历呢？他身体用到一只哪有勇壮的一只像水牛，好、哦，没有问题。我说若是换回来，换回台湾来，啊、哦，你呢这个膀胱就失禁，膀胱无力。哇，他媳妇也死活就四侧膀胱都失禁，在纽西兰，在加拿大多伦多用那个来换算为当地的农历的时候，那就完全不准，所以换算为台湾的我们的历法啦，哈、哦、啊，结果和身体相应的非常非常的准确，那这个一个人也不能算数。再换了你的小孙子，啊，这个小孙子呢，啊，我说，哎，如果在以加拿大，啊，你这个命啊，易经来推命卦呢，啊，他是还不错的了，但是若是以推算回来的，啊，台湾的命卦呢，他是属于对卦，对卦，而且又有伤到，哦、啊，所以他支气管虾龟、黑姑啊、虾龟啊。不然下回怎么讲？气喘哦，我都把直接化名格转过来叫做虾龟啊。他的阿公啊，对呀、啊，哦，我这个孙子是虾龟黑姑啊，黑姑了、啊，好严重哦，医生打针啊，什么都没有效嘞，怎么办？就这样。哦，那还有，在国外回来的朋友。啊，一些回来了，哦，有我们师姐啦，也到洛杉矶了，这一次去了，好、啊，师傅，你看我要不要换回美国的立法？易经是大学，大学在易经，为什么性？我的地球只有一个啦。哈，你除非跳到外太空，不然你的吉凶祸福完全相同，结果就不出所料，也是一样，在洛杉矶的百事不顺哦。这一次本来要回来读啊，本来要回来读，我说你先回来读再讲。哦，那啊，写信回来了，啊，说他没有时间，没有办法，好、啊、被工作绑住了，好、啊，我不给他回来。那我就等明年再讲嘛。啊，这个我们会教各位的命卦，所以一切我们还是以台湾这个中途，啊、哦，台湾中途来划算当时的时间为最重要，懂吗？好，所以我们呢了解了自己的命卦以后，我们就可以趋吉避凶。本来这个命卦禅机、命卦天机呢，我一直想在电视台里面，台湾电视呢，把它公布出来，但是会被断章取义。比如我现在听到师父讲哦，哪一什么时间出生的啊、什么日、什么月、什么日、什么时，好、啊，他的吉凶祸福在哪里？刚好我讲到一半呢，外面电话在响了，赶快听电话要紧。啊，这个就不要紧。结果电话进来讲那个我细沙的没有用了，哦，那么你一直在坐中的朋友聊天，结果这段你就没有听到。啊，老师说那不行，我完蛋了啦，啊，全部都放弃了，我也是罪过哎，就断章取义嘛。也都刚好，你要切切听到，哎呀，这一个命很好啊，怎么样了？怎么样？结果他就好了，他又关掉了，他就认为命很好，就不努力，都不怕病，这个也麻烦。所以老祖呢，还是必须要亲自授课啊，我们的所有的同修弟子们，啊，我们授课啊，直接了当了，大家了解以后啊，你们回去了要帮助有缘的人，啊，面对面坐着，你听完再走。啊，你听完再走，你就会救了他。啊，这个也是命卦的问题。啊，我们师姐呢，啊，她的命啊，就天通户，
他乡遇友，他乡遇友，哦，所以啊，他呢，到国外去，非常的活跃，有很多的朋友在相互的帮助的，相互的，共同维持着我们中华，我们的大家呢，到国外去创业，所以这很多命冥冥中都有安排，我也要到，命卦天机的时候，我会，你们每一位如果需要我给你们做个参考的时候，你们再写给我，一起会跟你们做一个解答，好不好？好。啊，有的，我们这里是长寿相，啊，福归生是长寿相，啊，命里面有长寿相就有长寿相，哎，很奇怪，哎。哦，我们一位老师兄啊，98岁了，我是奇怪你怎么还不死啊？他说我不死是不知道啊，我儿子都死光光了，还留在我这边不知道干什么。哦，我说你死不了啊，你已经因为你今天进入长寿相啊，啊98岁，到99岁了，还来到我们如来园那边，拐杖拿着，师父啊。奇怪，我到底犯了什么煞？啊，怎么最近身体比较不好？我说很简单嘛，啊，你不要卜卦，我不要卜了，我就知道了，你犯了99岁的煞，99岁的煞气。哦，因为太年纪太多，99岁嘛，啊，所以99岁生一虚嘛，101岁走掉了嘛，回去了嘛。他要回去，在99岁的时候，他的祖先的风水。他还是一定要把它弄好，他怕子女以后弄不好了，他就存着一个存活的精神，我一定要把祖先的风水和祖塔弄好，弄好了以后我才甘愿死，对不对？那么在去年全部弄好了，弄好了哈哈一笑，啊，一边吃饭一边吃饭呢，啊，那家人呢，啊，一边吃饭呢，啊，吃饱了那个就可以走了哈。我说那么就可以走了哈，要走去哪里？在家走到哪里？高远，趴在啊这个桌上，饭桌上，以为睡着了，要走了，哎，怎么睡那么久没有醒醒？吃饭都要收了，不好意思啊，把阿座吵醒，啊阿太吵醒，哎，好像不对哦，怎么睡那么久？啊，以他的老骨头，不可能睡那么久嘛，啊。就走了，你看，啊，是一个人在世间上的人啊，他要满愿，愿力是支撑我们的生命力，愿力是我们长寿之道，愿力是让我们宏展啊大土宏展的基本基石啊，所以我们愿力很重要，衷心的有诚心的发大愿，即能够得到。我们无上的华喜，阿弥陀佛。